嘉义阿里山有山林村落，阿里山有许多小村落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值得游客细细品味。像是这座曾经遭受莫拉克风灾影响的邹族部落，去年十月陆续完成对外联络吊桥，鲜艳的颜色成为在地的特殊景观。而进入这个社区，除了可以登上赏景吊桥，还可以欣赏在地居民表演的原住民舞蹈，热闹的音乐也让游客心情沸腾，一同上场欢乐。接着来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小村庄，除了可以看到花草装饰外，村民也将庆典画在公共区域墙上。而由于当地人相当重视传统，所以每一户人家都将自家故事刻画在门前，也相当有意思。另外，因为在地居民的组成以汉族、布农族和邹族为主，所以特别设计三只不同种族的手，共同撑起生命的起源，象征相互扶持，也是很有意义的创意。东新闻嘉义报道。